外面早有消息，为了苏家商队，沿江十几个绿林山寨早已聚首。这番厮杀，我的斋多少人头啊？老规矩，一个人头10两金。线下扬州构思什么价？1两银子3斤4。苏家气票又什么价？2两银子1斤4。苏家卖了80斤生丝气票，这一趟下来，他们得挣至少10万两。可我把刀砍断，你觉得我能挣上1000两吗？那要不然？ 青兄，你开个价吧。我可分文不取，但你要把金山堂的孩子都给我找回来。那你让我如何去找啊？你背靠云台，还能没有法子？你看他作甚？单凭我，还不够了解你啊。我或许可以找到，但是找那么大一波孤儿回来，如何安置？ 如何抚养？谁来照顾他们？你出钱重建山堂，养到读书年纪，再请教书先生教他们读书识字。学得好的，自然有出路；学不好的，可以留在这连生坊打杂帮工，也不知饿死。怎么？嫌我出价太高？高不可及啊！那别废话了，找别人吧。 金统领，赶紧收拾行囊吧。喝酒。